那今天你们准备我讲中文还是英文的说快点，准备中文是不是？OK，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OK， 这个故事啊，有关那个十八位阿罗汉，阿罗汉，你们知道十八位阿罗汉吗？阿罗汉啊，啊，知道不知道？在寺庙里面呢，在那个佛教的庙里面都有很多阿罗汉啊，呀，他们的人口都很恐怖，有没有？看到吗？跟师父生气的时候差不多了。 这个故事是讲他们原来的那个什么根源呐、啊，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有十八位了？我们的阿罗汉是不要讲了，是不是？我们是阿罗汉很多，<笑>啊，还没吃饭那个时间呢、啊，大概半个小时以前呢、啊，阿罗汉都冒出来好多，是不是？所以我们不用讲，我们不是十八位阿罗汉，而且一千一万那几万。 二罗汉是不是很多？嗯，那有一个人啊，好久以前有一个人，他是很富有，他很富有，然后他有养一只马，嗯，养一只马，那只马很好很好的一只马，而且也是很善良的。这位富翁啊，照顾这只马非常那个好。 对待他非常友善，有照顾得很周到。那只马照顾，那位富翁照顾那只马，他比有一些人照顾人还要周到的，因为他心很善良啊。突然间有一次，那只马会讲人话。<笑> 他就靠近那位富翁啊，你有没有看到马会讲那讲那个人话？会讲国语呢。<笑>他就跟那个富翁说：“明天啊，有一些强盗会到你家那边，想抢你的东西。啊，他们非常非常凶恶，不过。”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你别怕。啊，你应该现在准备18份那个素食的东西，包括那个包括哈姆，啊，素食的哈姆，都听到吗？后面听到吗 ？Yes or no？Good， 嗯，然后准备18份那个。 几颗开悟制药等等啊，<笑>等一下，还有一些那个树皮酒了。明天那个半夜的时候，他们这些强盗啊，会集合在一个，哎呀，不晓得什么地方，随便了，中正纪念堂啊。<笑> 你就带这些，你就去那边，请他们回去吃饭，回你的家吃饭，然后就没事了。这位富翁啊，听这个这芝麻讲了以后，心里啊半信半疑，不过还是准备像他讲一样啊，心的跳跳，怕怕了，就等到半夜了，跑到中正纪念堂找那18位那个强盗。 果然找到他们，然后请他们回去赴那个宴会。那个时候，这些强盗十八个啊，非常惊讶。那个守灵啊，就问那位富翁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十八个人啊，还在那边呢烤十八个小猪？”哎，我露出来了。呵呵刚才叫师叔，现在是吃小猪。
事实上，这个故事里面是叫他弄18个小猪，不过我怕你们那个动心啊，还在想吃肉麻烦，所以我顺便改稿一下。<笑>然后他那个首领就问那富翁：“你怎么知道我们18个人啊，在准备18份的食物，还有18个那个礼物的东西？”然后那位富翁啊，就跟他。 那个跟那些那个强盗啊，就事实这样讲出来，说因为那只马我有一只马，它很灵啊，他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我才知道。然后那位首领也不能相信，就跑出来那个麻柱那个地方麻坊啊，就问那只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事情，然后那只马就说真的，然后那个首领就问他为什么。 那只马对那个富翁那么好，那么重信呢、啊？然后啊，那只马就说这个是因果的关系，因果的关系。因为我以前啊，欠这些欠这个富翁啊很多钱啊，就我还没有办法还给他。这次回来当马，为了要。 为了要金付以前那个欠他那个债，结果呢，想不到他对我太好了，他照顾太周到了，那个旧的债还没有还完，又欠新的债，所以我没有办法，只好冒这个险呢，泄露天机啊，期望还他的那个以前的恩情和现在那个。 那个好意，期望能够下一次回来才能够做人，投胎做人。那个时候，这位那个强盗的首领啊，听到了以后，就吓了一跳，吓了一跳，因为他记得，他现在开始记得他以前所谓的罪恶啊，罪恶种种啊，那个强人的东西啊，打骂人啊。 杀人啊，等等，所以他好怕，他开始后悔，才集合他们那个部下来，然后就说我们从今天不能再去抢东西了，我们最好去出家了啊。然后呢，那个富翁听到了以后就说：“哎呀，如果你要去修行的话，你最好跑到找那个我的师父，他的名字叫金海，在苗栗那里。” 这是我自己家的啦，我自己家，<笑>随你们的口味。然后他就介绍给他哈，那什么即刻开悟吃药啊，然后什么录音带啊，等等等等，那些什么罗汉啊，非常非常高兴，就去赶快跑到苗栗那边去。结果师父不在。<笑> 他不住苗栗嘛，他常常乱跑，所以比较难找他。没有关系，就这些都是守戒的，然后印心的，然后就剃度出家的。不过现在因为苗栗没有剃度了，所以他们随便剃一下唱灯，然后再留得很长，跟我一样。后来他们都修行得很好。现在那护法集中18个，有18个里面。 你们看哪一个人连得很凶啊？<笑>那个就是他们的团体跑过来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大概不是，这个是总统的卫兵，就比较好看一点。<笑>看哪一个难看的护法冒出来给他们看一下。<笑>后来他们用他们那些道啊，那个什么姜啊。 就把它全部丢在一个什么，一个挂子里面。他们说，如果真正的佛菩萨证明他们的那个良心的话，就这些会全部融出来在一起，啊，真的全部融在一起，他们就把它合起来弄一个铜箱啊，献给那个金海武上师在夏威夷25号。<笑>
那在校外营里面有看到了哈，啊，那个就是道歉那些都融出来的。<笑>他们修行啊，一阵子以后啊，大家都证阿罗汉果，所以从那个时候才有18位阿罗汉在那个寺庙里面，他们常常当护法，因为以前是强盗嘛。 所以脸孔还是比较恐怖一点，不过他们心很善良，嗯，这个故事是要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以前多凶恶，那现在如果我们诚心悔改的话，还是会正果的。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可以溜了。晚上讲比较多哈，现在这边比较热，他们干嘛把它放在这边这个样子？我随便坐，喜欢坐在里面中央啊，随便坐就好了。每次放我在很高的地方，隔开我就没灵感，啊，讲话都死死板板的，比较不自然嘛，啊？ 不过他们都是四周都埋伏好，你知道吗？什么录音带什么，我没办法动。<笑>我很喜欢随便乱跑，坐在中央比较舒服，啊，比较自然一点。嗯，坐在这边觉得好像不知道怎么讲，嗯。而且今天有太多记者了，我怕讲错，他们回去会再写报纸骂我。<笑> 我心好紧张，每次看到记者很紧张。<咳>以前啊，有一个啊，昨天你们记得师父讲释迦牟尼佛前身的故事吗？啊，我有说过他前世有做过很多不同的众生，哎，有时候做那个狮子啊。 有时候捉什么孔雀啊，有时候捉啊鸟啊，有时候是乌龟啊，有没有？哎，怕你们不相信我，今天抓到一个故事，它当猴子。<笑>啊，我们听到释迦牟尼佛修很多法门啊，才能够成佛。为什么他修那么久才成佛呢？我以前他修错嘛。 都是修布施啊，什么忍辱啊等等啊，那个可以得到人天福报嘛。修观音法门才可以，那个完全解脱。不然一次轮流回来当马当狗当猴，然后当乌龟。其实乌龟王也是乌龟而已啊，是吗？嗯，好，就这边就有一次他当猴了。每次他当什么众生都很善良就对了啊。这次他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是当一只猴子，嗯，好久好久久久久久好好好好好久以前了啊，我们还没圣主来的时候，也许你有圣主来，我还没有。有一只猴子，嗯，他非常壮啊，健康，还有聪明 ，IQ 很高，嗯，有一次。 他那个聪明啊，不输给人类的，这个这本书有讲。而且他也非常非常有慈悲心，他在那个很深的山林里面啊，每天很快乐的过的日子，饿的时候就拿那个水果沙来吃，渴了就去喝那个流水的。 那个凉快的那个水，嗯，那这样子每天过日，无忧无虑的。他得常常帮助他的那个同类，有时候被什么灾难啊、生病啊等等，他就照顾得很好。所以那些猴子啊，很尊重他，啊，把他当好像猴王一样啊，尊重他。嗯，有一天。 那个猴子啊，坐在那个树上面。
突然间听到一个人啊在那边叫得很大声，很痛苦，喊救命。他就赶快一说跑到那边去看看有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他就看到一个人啊掉在一个个洞里面啊，很深的啊，没有办法上去，已经在那边又饿又渴又很累啊，快死了，在那边一直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救他啊，等一下念不久，念很久了，阿弥陀佛没来，他就念耶稣基督，所以一直念了好久，念了好，然后念不灵，他就念观世音菩萨，一直在那边念了好久，快死了。这只猴子啊，看到这个样子，很感动啊，就拿那个绳子啊吊下去。然后把那个人捞出来救他。然后把他那个背回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给他休息这样子。那个救他上来了以后，那个人已经很累了，所以他想先躺下来休息一下。而且那个猴子也很累，两个就躺在那边休息，早就大家，不久的两个都睡着了，打呼的很大声，突然间那个被难的人啊，现在精神好一点了，就醒过来，还可以听吗？醒过来以后，他觉得很饿。他就说我现在在这边被难已经几天了，一两天了，肚子很饿了，现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他想最好就把这个猴子啊杀掉，然后吃他的肉啊，先呢救自己的生命一下，然后再说再走。他刚想的时候，他就拿那个一个石头啊，一块石头很大，把它那个什么打在那个猴子那个头上面，它就流血的很厉害。那个猴子就醒过来，看那个人啊，想继续打他，他就知道那个人想杀他了，他就好恐吓，就赶快跳叫到那个树，然后看下来，他又痛又累又觉得很伤心。因为他觉得他救人啊，他救这个人起来，怎么那个人又不知道恩义啊，在那边那么想那种凶恶的事情啊，残暴的事情，他觉得又很伤心又可怜那位那个避难的人。他没有生气，他没有生恨的心，所以他就走掉了。那个猴子啊就是谁？释迦牟尼佛，这本书讲的啊，不是我讲的。然后那个避难，然后被他救，然后反过来害他，那个是谁？啊？提婆达陀，耶耶！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人啊，有时候不会比动物好，懂吗？哎，所以为什么师父叫你们是书？不能杀生，不能杀动物，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位是当来佛的，万一你杀到全身弥勒佛就很麻烦了，是吗？提普塔陀那个时候已经做人了，不过心那么凶恶，那么残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即使还是做动物的，不过心已经很善良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人啊什么比动物高贵，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不高贵的话，听懂吗？哎，所以师父常常叫你们持五戒持书啊，做道德的事情，做善事打坐，为了要做一个真正的
高贵的人，不然的话就跟动物一样了。如果我们上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话，我人又比动物还要低，是不是？动物还有恩有义，那人怎么会这样？有时候一个人他很凶恶的话，他生生世世会这样。一个动物他很善良的话，他会生生世世会这样，然后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智慧，然后有一天修行就会成佛了，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一样。我们有时候说为什么修一世就可以解脱呢？因为也许我们当猴当乌龟当狮子已经很久了，是不是？哎，这一世最后一次嘛，才碰到那个观音法门，然后修行才会解脱，所以不要怀疑。不怀疑了哈。哎呀，你们有时候打坐也是看到自己的过去嘛，有没有人看到自己以前当乌龟啊？没有啊，没有当猴子，没当乌龟啊。有时候也看到自己以前做什么什么人的，是不是？有时候做国王啊，有时候做奴隶啊，工人啊，什么都有了。所以我们不是第一次生在这个世界了，我们也不是，也不会是说还有再生了。修观音法门就不用，不修的话还再来玩。如果觉得世界还很好玩的话，我们还可以来玩，没关系。不过宇宙有很多世界比我们还要好玩，所以想玩的话玩不玩了、不用留恋这个世界了。如果真的想玩的话，不是在这个世界才能够玩而已，有时候你们有一些打坐也可以去别的地方玩嘛，是吗？有吗？有啊。有讲又讲那么小声，大概太小人修行那么好。多数都修很烂啊。多少人有举手我看一下。好了，我也急了，丢脸死了。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记得哈，人家生气我们打骂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生气，了解吗？因为生气出来的话，我们功德会减小，然后本来快就可以解脱做人或是做天人，结果为了生气就被挡下来一点。生气的时候是不是很难过，很重，心的很重，是不是头脑什么有时候都很累，是不是？哎，所以那个会挡我们呢、懂不懂？如果一个人他走路，比方说走在路上轻松快乐，没有任何障碍，没有带什么负担的话，是不是他走很快啊？那如果他带一些东西的话，是不是走得很慢？同样生气也是一种负担呢。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什么事都不想做，是吗？什么人都不想爱，什么人都不想看，是不是？哎，有时候我就随便冤枉好人。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他那成佛那么留名天古？因为他不生气了不是像师父这样子动一动就骂你们了。有吗？有吗？没有。有时候啦，有时候你们不乖的时候会啦。不过是释迦牟尼佛他也有责怪他们的徒弟，有时候连他的儿子他也有，就是因为有时候为了他们好才这样做，不是他真的生气。如果生气的话就会很久不能消了，懂不懂？不能马上生气骂这个人，然后跑过去那边就笑了，就讲故事，那个不一样。 OK 好了，大概修丹田的时间快到了，四点要回去吃饭了，吃饭的时间了。晚上再见哈。今天打坐怪不怪啊？怪不怪？怪怎么怪？有没有打瞌睡啊？有啊，太热了啊。
OK， 因为靠书睡觉，这些枯书都不能靠的。好了，那等一下晚上见哈。今天有一些记者，我比较紧张了，我赶快去处理他们，这比较不自然一点。OK。I didn't have time to read the story, so I have to read it. in case it's a good story. Actually,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very diligent. And above all, I'm intellectual. I can read books.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in case you don't know, yeah, that I can read books. Okay, because, see, I don't have time to even think. So whenever I want to talk to you, I have to maybe read some stories to get inspiration, or to know what are you reading every day in order to explain to you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okay? Now today there is a story. I don't know, maybe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this story. Have I told you this story? Huh? Which one? I don't know which one you know. Okay, there's a story like this.